好，两位呢边，好，两位一齐呢部嘅，唔该。之前周围飞嚟飞去，因为自己个新品牌要筹备，咁所以就一完咗黑色月光就一路做紧嘢。咩新品牌啊？咩嚟噶？我钻石嗰个品牌系啊，正式推出啦，系咪啊？应该五月就会喺网上先，跟住六月、七月就实体店会开啦。哦，实体店啊，咁会开几多间实体店啊？未谂啊，咁我谂地区就会香港、内地。新加坡、印尼、新西蘭都會，今次唔係係一個全球性嘅聯繫，即係應該會唔同，因為今次周圍飛就去傾加盟商，佢哋都加盟咗，係啦。即係去呢啲地方發展咁樣個嗰個。係啊，呢啲地方已經傾實咗，傾實咗，係啊，係啊，即係你都可能再擴展你嘅地版圖啦，係咪啊？係因為今次呢個就比較用咗幾年嘅時間去籌備嘅啦，今年先有時間正。正式去做咯，咁你投資咗幾多錢啊？呢啲嘢唔講住，因為我自己都未去計過。總之係用曬自己嘅心機，用曬心機啫，薪金都有全程投入嘅，係咯，就係希望可以做好佢咯。身心全程投入，係啊，身心全係啊。你仲邊度得閒拍劇啊？咁樣你咁忙，冇影響㗎。我都係拍完《黑色月光》先做，係啊，係啊。OK， 咁啊，老公有冇支持你啊？咁喺生意方面，佢不嬲都系我导师嚟嘅，系啊。咁我觉得都系，佢都俾到好多好嘅意见啦。咁啊，展鹏买钻石有冇折价？订咗噶啦，订咗噶啦，已经订咗系嘛？系啊，老婆一粒，阿女又一粒，系咪？要种嘅系咪啊？啱啱学到啲嘢，啲钻石系种出嚟噶。系啊，实验室培养出嚟噶，真系。哦，即系人系啊，啲人工。你中意变成点啊？佢系实验室培育钻咯，即系你可以拣最靓嘅，系啊，都系真钻石嚟嘅。哦，系啊。咁你会拣要拣粒好大粒嘅俾老婆？拣粒大嘢啦。大嘢。佢咁锡老婆。梗系大嘢啦。睇有几大粒先啦。嗰日第一听到新闻，佢已经。即刻就問咗我啦！你睇下幾錫老婆？唔係睇咗貨先，睇咗貨，跟住包你滿意，絕對俾個最優惠你。仲要睇伴侶嘅裝嚟㗎。唔係，我諗係幾特別嘅，即係同阿明美傾完之後，原來鑽石嗰個可以培育，係實驗質咁，同埋嗰個品質啦，同埋之後就係一個切割啦。因為都希望喺一個，因為我都話自己中意啲靚嘅嘢啦，咁我都希望大家係可以即係愛美嘅人士都可以用一個低成本。去買到自己心頭好咯，個品質我哋一定會係去有保證。冇錯，正啊！拍檔啊，有優惠啊，啲係咪啊？你會唔會都投資麻煩啊？嗱，我以前咧就有戴耳環嘅，咁既然啊係咁啦，戴耳環啦，為咗佢戴翻耳環，係啊，戴翻耳環啦。咁我耳珠又唔係好大嘅啫，啱啱住一個耳珠又 OK 啦，都係支持啦，繼續支持。支持你有冇興趣自己搞個生意咁啊？都好似～搞生意就真的都要講天時地人和嘅嚇，咁我暫時我都是拍劇啦，做好啲嘅。啊，你話其他啲小品嘅嘢咧，就交翻俾太太去做好啲嚇，因為始終咁多年啦，即係大家都一路睇住個劇成長啦，係咪？突然間失蹤咗咧又唔得嘅，因為我覺得即係都要好嘥，即係微微講好嘥，即係心係啊，即係要好多時間要慢慢去栽培，同埋需要有個天時地人。人和啦，好多方面嘅係。你愚人節今日咪買條歌？多謝多謝大家，我都多謝大家咁留意我唱歌。啊，我呢個係懲罰嚟嘅，即係玩輸咗嘅遊戲，可能就係叫我表演唱歌咯。係邊個玩輸嘅遊戲？同邊個打到你？今次咧，我哋逆天奇案隊對戰豬咪咪，即係咪咪姐帶領嘅豬隊友隊咯。咁所以希望贏啦，因為如果輸咗嘅話，就可能要表演唱歌做懲罰噶啦。做懲罰。你係咪驚唱歌？嚇！你係咪驚咗唱歌？哦，有啲啊，我冇諗過大家俾咁多反應咁
多意見回饋啊，即係個個都鼓勵我繼續專心做主持喎。我係唔會屈服嘅，係我係唔會屈服嘅，我會堅持喺呢個唱歌界上面再下苦功，希望可以做到登台唱歌啦，會有人請我啦。第二，希望可以參加到中年好聲音，唔知第幾多季啦。咁因為我距離即係參賽個年齡35歲都仲有幾年，我決定用幾年嘅時間去苦練。咁幾年後可能得啩，係咪？